一个挥棒出去击出右外安打，队友都来替王柏荣欢呼，士气相当高涨。随后第三棒的张玉成也击出一支高飞安打，再替球队拿下一分。备战世界棒球经典赛，中华队19号下午1点在斗六球场进行第四场练习赛，迎战富邦悍将，敲出14支安打，其中范国成敲出3支安打，张玉成、郑宗哲也都有双安的好表现，最终以7-0击败富邦悍将队。希望他们的节奏状态可以一直维持到开赛这样。这次赛前的先发打序出炉也让人眼睛一亮，因为5名旅外野手郑宗哲、林子伟、张玉成、吴念廷和王柏荣首次完全体亮相。今天算是第二场的练习赛嘛，那感觉上比上一场好的蛮多的，那就想要继续维持嘛，就是接下来的练习赛就继续维持这个好的手感嘛。其实对球的一些时间上还是有点陌生，所以今天就刻意的多看一些球，然后看可不可以把这节奏调得比较到位一点。19号这天，吴念廷单杠第四棒，但没有敲出安打。总教练表示，他在母队还没有开始高强度的投打对抗，会透过这几次的热身赛持续来调整。三立新闻廖育德、张志颖云林采访报道。